哟，这位小姐来吃午饭，很抱歉，这儿可不提供牛奶跟果汁。我来找人。找人？哎哎哎，你们几个还不说话吗？谁在外面又欠了风流债？小姑娘都上门来找爸爸了。哎，说不定是来找我的，我可就喜欢这款呢。你要找谁？我要找佐伊。我没听错吧？他说他要找谁？罗塞城不会有第二个人敢叫这个名字吧？别说罗塞城了，整个奇迹大陆都不会有第二个佐伊了吧？你找佐伊干什么？我要加入审判者军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暖暖。暖暖？你从头到脚，甚至连名字都不像是要加入审判者军团的人呐。至少换身看起来冷酷帅气一点的衣服再来，懂吗？你凭什么瞧不起人？我看这只猫倒是蛮肥的，正好宰了当下酒菜。大喵，没关系的，我知道了。我是不是看起来就跟审判者军团很不搭啊？你，我踏足的战斗，来，穿上这身衣服倒是人模人样的吧。所以怎么样才能找得到佐伊？你们准备出发了吗？嗯，洛昂说秦一的身份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他的身后是一整张遍布奇迹大陆的情报网。他果然不是好人。对，我们都被他骗了，而且他的背后似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敌人。现在想要救回阿欢，对抗秦一，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是哪里？苹果联邦的罗塞城。洛昂说那是唯一一个秦一的眼线都无法进入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最安全的地方。罗塞城的主人佐伊是审判者军团的团长，他一定拥有与秦一抗衡的力量。据说他的手下有很多拥有各种能力的人，或许会有人知道如何解除阿欢身上的控制术。我只能借助别人的力量。我们一定可以救回阿欢的，要有信心啊，暖暖。嗯，一定可以的。夜宵，拜托你帮我照顾好阿欢。嗯，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阿欢。既然准备出发了，先换一套方便赶路的衣服吧，最重要的是舒服，还有一双走路不累的旅游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更要保证自己的状态才行。大喵说的对，关键时刻更要保证自己的状态才行。
从我的眼中看是。怎么了，暖暖？我觉得这套衣服蛮合适的。走吧，大喵。啊，等等，这是隔壁婆婆给我的团子，送给你们。谢谢你，叶兄。再见，叶兄。加入审判者军团，这是我这个月以来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他要能加入审判者军团，我不就能去佐伊了？去什么审判者军团呢？不如留在酒馆里给大家倒酒喝，是不是？没错。所以，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小姑娘，我们不是为难你，是为你好，懂吗？审判者军团里都是些什么人？吃了你连骨头都不会吐出来。如果我赢了你们呢？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也敢到罗塞城来撒野？小姑娘，别做梦了。哎呦，笑死我了。谁先来？老板，给他看看你新买的武器。这是我刚从机械怪人魔羊手里买的武器，今天就免费给你开开眼界。你不是要找佐伊吗？如果连魔羊的武器都赢不了，就别异想天开了。魔羊？你不会连魔羊都不知道吧？机械怪人魔羊擅长制作各种武器，连他设计的衣服都可以作为武器进行使用，威力极强。魔羊设计的那套衣服叫什么来着？废墟核心。对对对，就是废墟核心。据说那套衣服里拥有废墟最尖端的科技，但还没有人见证过它真正的威力。魔羊虽然厉害，在佐伊的手下也不过是个提供武器的。你连魔羊都不知道啊，还想去找佐伊？不知道没关系，就让我来告诉你罗塞城的生存法则。开始吧。既然在罗塞城，实力才是生存法则，那就发挥出全部的实力。你竟然输了，输给一个小丫头。啊，这得罪了，坐坐。暖暖，我们赢了。暖暖，我没事。大喵，是不是找到魔羊就能够找到佐伊？现在，你能告诉我
怎么才能找到你口中那个机械怪人魔羊吗？魔羊的工厂就在……你可以带我去吗？他不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去吧？暖暖，嗯，怎么了？要不我跟你讲个笑话吧？谢谢你，大喵。喏，前面就是了。这里就是魔羊的工厂吗？看上去小小的。嗯，人呢？没关系，我们走吧。怎么可能？我的皇冠怎么可能是假的？明明就是莉莉丝戴过的那一顶。没想到魔羊的眼睛这么尖，我明明已经做到这么像了。暖暖，你怎么开始发呆了？没什么，我们赶快去找魔羊吧。你们要找魔羊？啊？你也是来买东西的吗？算是。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你来买什么东西？武器还是？当然，你不回答也可以，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要跟魔羊做交易，就必须付出一些什么东西，这一点你知道吗？ 我知道。大笔的金钱，或者是别的什么，甚至是你身上的器官，比如眼睛。只有能够拿出足够报酬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工厂。你有足够的报酬吗？暖暖，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阴森森呢，有点冷。暖暖，换套保暖的衣服吧。好。我只是觉得有些冷，不是在害怕。在你眼中，哎，小姑娘，一旦进入这个魔鬼工厂，就再也不能后悔。这个报酬，魔羊会心动的。暖暖，我们真的要进去吗？万一里面有什么危险，你害怕吗，大喵？如果怕的话，就在这里等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进去？而且我一点都不害怕。那你跟在我后面吧，这次我会保护好你的。暖暖，没关系，我也会保护你的。好，我们一起前进吧。
你的身份代号是 Mac 二一九，要记好哦。代号？刚刚那是新的设计师之影吗？二一九又是什么代号呢？欺骗审判者军团的永远不会再见到阳光。我不会欺骗审判者军团的，因为我需要你们的力量。只有弱者才需要别人的力量，而我又为什么要将力量给一个弱者呢？我拥有你们想得到却没有的东西。据我所知，李德断章已经不在你手上了。这家伙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当然知道，洛登大酒店拍卖会的请柬想必已经送到每个对李德断章感兴趣的人手里了吧。拍卖会？据说拍卖会的最后有一件神秘的珍宝，由秦一亲自护送前往洛登，你猜会是什么？怎么可能？秦一好不容易得到手稿之后，竟然要把它拍卖掉。不管秦一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的手上都已经没有筹码了。没有解谜人，无论是谁得到了手稿，都不过是一张最最普通的牛皮纸而已。解谜人的线索，才是我谈判的筹码。原来如此，那么就让我先看看你有没有跟我们谈判的资格。到底怎么回事？没事的，大喵，不要害怕。搭配之力，刚才的声音是咒吗？你也听见了吧？相信你的内心。生了什么？我好像听见了咒的声音，是幻觉吗？要打开它吗？是从工厂里走出来了吗？不知道。暖暖、大喵，总算找到你们了。阿欢，怎么了，暖暖？快走吧，我们还要继续旅行呢。阿欢，你醒了？对啊，我就是睡过头了而已嘛。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好啦，我以后一定开闹钟准时起床。不过就算我睡过头了，你们也不能抛下我先走啊。你没事了，阿欢。怎么了，暖暖？好啦好啦，我不怪你们啦。没什么，那我们走吧。
进来看看，千载难逢的打折，错过了一定会后悔的。楠楠，我们去看看吧。好啊。哦，我好想试试那种甜美风格的连衣裙。楠楠，和我一起试吧，然后我们就穿着去参加茶会。换上漂亮的衣服参加茶会，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愿为您的一切。孩子逛街买衣服真是累啊。胡说，你明明睡得口水都流下来了。大喵，你的肚子叫了。我们今天去吃烤肉吧，烤五花肉。好难得啊，竟然是暖暖说想去吃烤肉。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就是很想去吃肉。那我们快点走吧，好饿呀。今天一定要吃到吃不下为止。啊！大喵，怎么了？老板，这次的酒钱我不用赊账了，把大喵卖了就有了。放开我，快放开我，你这个坏人。不把你卖了也行，不如我们一起吃吧。哼，你就是想蹭饭。烤肉就是要大家一起吃才好吃，你说对吧，暖暖？嗯，当然。吃一点嘛。好了好了，那么一大盘呢，每个人都有。去尼尼尔王国吧，据说尼尼尔的女王特别美，好想看。可我想去云端看看，云端最美的城市是哪里来着？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青云城。都是我的错。为什么是我呢？我根本做不到啊，保护不了手稿，也保护不了任何人。好像让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好想离开这里。人格之境，原来我哭了吗？你永远无法抛下我，属于我的软弱依旧属于你。不行，我必须强大起来，我想要保护身边的人。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我是这样吗？可是这样的我会有保护别人的力量吗？这是我的力量。这是我的力量，也是与你共同的力量。从我的眼中看是让他们见识一下。你担心了，大喵。怎么了？为什么盯着我看？原来的暖暖回来了。好了好了，大喵，我没事了，我真的没事了。你想得到力量？是的，我有必须要去做的事。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付出应有的报酬；想要力量，就必须舍弃些什么。正如想要得到机械的完美和锋锐，就要抛弃为人的柔弱和情感。我在废墟时第一次感受到将人类跟机械结合的感觉，我就知道到底什么是完美，无论是设计的完美还是生命的完美。与机械结合的完美。当我决定追求最完美的生命体时，就已经将那些属于人类的无聊的东西抛弃了，他们只会让你变得更加软弱而已，然后沉溺在自己制造的幻觉里。自己制造的幻觉。或许我永远都做不到将那些东西抛弃，如果那样，我就不再是我了。正因如此，我才必须变强，用我自己的方式。是吗？
不如直接用圣符来说话。如果你能战胜我，我就承认你的实力；如果不能，你就再也没有资格踏入这里了。好，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完美机械的力量。或许跟机械相比，坚定的内心就是人类的优势。在你眼中，什么才是强大？无论何时，或许没有机械完美，但是这份不完美也可以变成改变的力量。现在，你能承认我的实力了吗？即使我承认你的实力，我也不会承认人类的存在优于机械。我会输，只是因为我还不是完美的机械体。不过，你赢了，这一点我不否认。所以我会带你去见佐伊。不过，你不会又想骗我们吧？跟我来。219是什么代号吗？我不管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都最好不要再提，否则你再也不用想见到佐伊了。我知道了，明天我带你们去见佐伊。谢谢你。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完全搞不懂他在想什么。还有你说的那个代号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你是新的设计师之影吗？不是，我是存在于设计师之影的记忆。废墟核心是魔羊在废墟设计的衣服， MAC219是魔羊在废墟的代号。这么说的话，魔羊的设计师之营里竟然有一个女孩，我还以为都是可怕的机械怪兽呢。废墟核心里有超越人类局限的答案，相信你会知道的。等等，你们在干什么？在和谁说话？没干什么，什么都没有。魔羊，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吃的。这是吃的？吃不吃随你们。怎么样？完全没有味道。先别睡，换一套衣服再睡啊。啊？你醒醒啊，暖暖。
真的好困，好想睡觉。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是不是一直都没睡啊？睡觉是人类的惰性之一，浪费时间。可是睡醒的感觉很舒服呢。怎么了？没什么，以前也有人跟我这样说过。是一个金发的女孩吗？金发女孩？你不是要见佐伊吗？快换好衣服，把那只猫叫醒。怎么爆炸了？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什么？没什么，大喵，我们赶快换好衣服，要去见佐伊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战斗，还是换一身方便行动的衣服吧。穿上未来晶片会不会更加轻快？终于可以去见佐伊了，审判者军团的团长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相信你的。未来晶片，你去过废墟，你见过微光。差不多了，走吧。哎，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做好准备了吗？一旦踏出这一步，你就再也无法往回走了。审判者军团为强者审判，所有的规则都不复存在，只剩下绝对的力量。弱者将会失去一切。门后面的那个世界，或许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我明白。给你。这是什么？废墟核心剩余的设计图。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之前那些设计图的，如果你见过微光，或许可以理解。你该走了。谢谢你，魔羊。等等。我们这是在哪里啊？那个机械怪人把我们关起来了吗？我也不知道。魔羊，有人吗？啊！
刚刚发生了什么？我是还在梦里没醒吗？如果是那样就好了。欢迎来到罪恶之城，我可爱的猎物。